你是哪的？呼市来的。呼市来的。啊、嗯。那你是马从哪弄来的？呼市骑过来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陆。转圈圈呢是三七啊，昨天晚上被叮了一身的包，啊，他这个味儿，哎，有点上头。我们今天的行进方向呢，还是打里湖方向。今天又能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？跟着大陆马上出发。出发了，不想问那住在哪，天命在呀。看到这么大一片湿地，你绝想不到我们现在穿越的是浑善达克沙地。大家可以看到那边了吗？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底下的植被保护得非常好。我一路走过来看底下很，就是这种小青草是牛羊最喜欢吃的，但是一点都没减少，就非常高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地方生态保护得好，退耕还林还草一切做得非常到位。我们继续往前面走吧，沙地已经没有了沙地的样子，这是我们想看到的样子。碰到了一个好大姐，我们只是打点水。浑善达克沙地底下的水特别甜，泉水。哦，这有人呢，不懂啊。水干，特别的天然。哦，都是自己种的。我来了，你是哪的？呼市来的。呼市来的。嗯。那你是马从哪弄来的？呼市骑过来的。从呼市骑的这。嗯。咱家那风挡了屋的，那也替你在山上住呀，那得有窗户的。哎、咱们不到啊，没走过这条路，欢迎下次光临。好嘞、啊，行，感谢哥。哎，没事。谢谢。我走了，走吧，拜拜，一路顺风。好嘞。